来一台65寸的大液晶电视机，把我整个工作台全部都占满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电视机是又爱又怕啊，修好了还能收个好一点的价钱。哎，这么大电机呢，它是有风险的啊，因为这个电机它是一个背光的问题，可能呢要把这个大卸八块，哎，要拆屏幕。但是这个电视机它是一个全面屏的，哎，它边框非常非常的窄，屏幕是用胶粘上去的，不像其他电视机啊，它是用框子固定的，所以说这个拆屏的风险非常的高啊，屏幕要是弄坏了，嘿嘿，那可要赔钱的啊。都费了9牛2虎之力把它抬回来了啊，风险再大咱也能干。拆呀，拆开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那个背光问题啊。测下这个灯条啊，我们看看这灯条有问题，怎么好像没动静，这个表是不是又坏掉了，这个表又出问题了，之前坏过一次，我修好了，得先把这个表修一下啊，就是测试一次修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没法测这个灯条。哎，你那个月饼拿到哪去了？马上中秋节了，这两群月饼给大伯和三婶家送过去，今年中秋节估计堂兄弟他们没什么时间回来了。那刚好把这个浆果礼盒也一起带过去吧。那我就赶紧送过去了。这个我们准备说测下这个灯条，但是这个灯条啊，测试仪它坏掉了，我们之前修过一次修好了，结果它又坏了啊，这个就没法修了，我们只能重新买一个，又等了2天，把这个新买的灯条测试仪我们拿来测试一下。我们现在灯条已经亮了啊，再试下另外一组看它亮不亮，两组灯条都亮了，灯条我们都测了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检查一下这个这一块的这个背光驱动啊，这个大变压器是给背光做驱动用的，然后这有4个这个二极管整流给背光使用，一般的来说像这种驱动电路二极管坏的概率特别大，今天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捡个漏啊，看一下这个378，哎055，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。376，应该是这个二极管可能击穿了，正反向都是只有55欧，可能是这个二极管击穿了啊。那看来今天这个漏是捡到了啊，捡到这个漏了啊，不然的话还得拆这么大个屏，说实话，看着这有点头皮发麻啊。那我们就找一个二极管，把这个二极管给它更换一下啊。这个二极管我们已经换上去了，现在准备来测试一下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插电了啊，准备开机，哎，亮了，看到没有，这里面应该看得到吧，然后这底下窟窿大一点，看得更清楚一点，都已经亮灯了，这里面看到没有，那说明问题就是这个二极管短路了，导致这个故障啊，我们直接换一个新的。这个我们已经点亮4G一段时间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现在准备把这个板子给它装回去了啊。现在把这个后盖给它装回去。朋友们，这个已经搞好了。这个屏幕太大了，我这个 DVD 放在这么大屏幕上面，都变成模糊的了。DVD 的分辨率还是太低了点，这个屏幕太大家伙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可以送过去了，给人家拉过来了，把电视机拉过来了。我问啊，他要帮我个忙呗。么子？我拿了电视机，把我新拍的光就看到那个路。你刚看的压力是不到，还有一点时间。你就是脑子懵了，你看，跟狗儿吵了，再抬下去吧。哎呦喂！你脑子多，找伤了个空啊，还得伤了。好了，就这个就这个事儿。嗯，我就吃。电热线。电热线。
先抬出来再炒。炒这里啊，我。担在这儿。溜了风筝子，我看你要使两个使了几个钟头，溜了使了几个钟头嘛的问题，再耽搁了点。不是十号子了吗？还讨厌，你下来炒好不好？是不是？看你现在要十号子了，炒点嘛。哦，对，好了我。应该可以。没得事。再有点不好，咱就在这儿一下。要得要得。听着哈。你现在可以歇一下，因为我放了一根号这儿了。我还录的，我那边拉开的。哎，我叫人可以管了歇一下。我那边放一根号这儿，而且是那个温度比较高的场子测试的，所以后头喉咙热的。我到那点儿，你帮我调一下子。那是用么子看的嘞？那是网一下。用网络看的。英雄难，真有难的。你不到盘子，肯定盘子。肯定光放不到了，光放累死了。一个。看出来了。盘子光是放在头，放不到五级的。哦，你要看，你底下看不上了。我觉得你看电视柱儿走，你要那什么。电视柱你就在不是在那头找呢，不是告诉有个电视柱呢，不嘞？中你那家放中你那些频道嘛的呀？那电视柱是在那家找。电视柱中你嘛的，家中你家那么几多个台，几多个台连着嘛的。那个本来就没得几这个台子，就台子他没得直播，那是网络电视机，他没得直播的，没得。五二几个盘子有了。网二六不是接的那个信号了，应该。是这个信号，一直是这个信号。那个信号走是哪里啊？没得，没得。我用机房的走，那个没得。晚上我又湖南卫视的白噪音。我晓得他了哈。你只能跟那里搞哎，他那个应该是，除非能装其他的软件，我记得有个软件。我就是叫母子好了，第二三天给咱们就放在那个。没那个软件了哇？没了哇？没办法了，还是没办法了。那个软件就是关停了哇，没了，那还是只能叫那里搞啊。要得。你要看哪个只能？我钱花了，几多钱？太便宜了吧？那也没办法。我们俩的套就分老些，我们你笑的他在别个弄，他有点儿那个。哦，手机转一下吧。啊，啊。三楼朋友的。手机转的。老大，我打完了。要得，我走了。水嘛，我。